年轻的时候，谁都想改变这个江湖。这江湖改变了我们每个人。东海桃花岛，黄药师。我叫欧阳锋，西域人。我觉得咱俩投缘，去趟凌渊府，一路同行。这世上再没有人懂我。 带我走吧。朋友重要，还是女人重要？你要想清楚。欧阳锋是谁？是我喜欢的人。不过他是生死朋友，该带他走。恩怨就是这样，算不清。我是个叫花子，你是堂堂一方君主，我们约定好了。 要一起闯荡江湖，如果不是我逃婚，以后也不会认识我。我下了聘，你就是我的人。我好兄弟的爹还死了我娘，是罪过，就是要还。3日之后，华山论剑，天下第一的九阴真经。 为了封侯，我只能赢。如果你我联手，胜负已成定。要替武林保管九阴真经，非得是我同期，那就华山论剑吧。 有些执念，你要放下。我一定要拿到经书，报仇小人。 相楼相会，同赴桃花岛之约。金哥哥，我做小家花的时候，不管我是丑八怪还是好看，你是真心待我好。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，心里再容不下别人。 成王。